有新男友？张柏芝宣告，两千零十八要生娃。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七年以来，感情世界始终成谜。这期间，担起照顾儿子 Lucas Quintus 的责任，虽然有好几次被拍到与男性友人单独出去玩，却都不了了之。最近，张柏芝在春节出游，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以及亲友的女儿合照。 却意外透露，实在太可爱了。二零一八年之前必定要生出 BB 来。This is my goal，这是我的目标，让人不免猜测他是否已有了新欢。对于张柏芝突然告白的生女宣言，网友纷纷献上恭喜。你的女儿一定很美，要先找个真心对你好的大帅哥，才能生出漂亮的 BB。 两千零十八之前，现在已经两千零十八。高圆圆爆瘦照疯传，网友竟错怪赵又廷。大陆女星高圆圆与赵又廷结婚四年多，感情稳定，两人也时常对外放闪。最近高圆圆有数张爆瘦照片在网络上疯传，让网友不敢置信，甚至还有网友质问她的丈夫赵又廷为何没有好好照顾她。 结果原因揭晓，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高圆圆传言最近被网友拍到一系列暴瘦照，骨瘦如柴，让网友心疼。留言是为了拍新片角色需要吗？怎么这么瘦了？甚至还有人怪起赵又廷姑父没有好好照顾你吗？最后真相揭晓，才发现这其实是二零一三年的旧照。 当时高圆圆为了照顾生病的妈妈，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侍奉母亲，与赵又廷无关。如今这些照片又被拿来大做文章，让其他高圆圆的粉丝心疼。看了这些照片，再想到当时背景，真心疼她。放出这些照片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赵又廷不避孕了，半百宋一民要拼第三胎，宋一民。 陈为林及宋达民、洪百荣夫妻昨南下高雄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。宋一民、宋达民去年年底刚过五十岁生日，而宋达民又喜获三宝，让自认也是一尾活龙的宋一民动念想再判第三胎。宋一民先前传出已结扎，但他昨澄清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，并未做结扎手术。 他和陈为玲都想再多一个女娃，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。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，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。陈为玲说：“三岁大的女儿乔妹，因为有了达民家的三弟，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，并童言童语要求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，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。” 宋一民强调：“达民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如拼出双胞胎，家庭成员数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民。好胜心超强，他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，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。而他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，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娃。”宋一民回忆。 日前要到花莲灾区，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，说花莲房子会倒很危险，要爸爸不要去。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好的反应，让他大感女儿果然贴心，即使才三岁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。不过他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，成事与否一切交给上帝。蔡依林大病后手露面。 眼神涣散，公布病况。蔡依林、周林大年初三惊传因病毒感染紧急住院，还临时取消原定十九日出发赴米兰的行程，让歌迷相当担心。二十五日，他首露面，贴出自拍照报平安。不过，照片中他的眼神看似涣散，还是令粉丝挂心，纷纷留言祝早日康复。 蔡依林今天在 IG 上传一张自拍照报平安，写着“等水蛇腰脱完一层皮，将如熊般旺旺来”。由于他急性肠胃炎，让免疫系统下降，因而感染病毒。她今天表示自己得了三叉神经的疱疹病毒，正在等调家中。更透露近况，每天都黏在 Netflix 上，也说想打网球。 蓄势待发，蔡依林和张韶涵八年恩怨被起底，范范罕见回击昔日同盟范玮琪。范范和张韶涵不合传闻从二零一零年开始至今，近来张韶涵因参加中国大陆节目《歌手两千零十八》再度翻红，没想到两人恩怨又被搬上台面，让范范莫名被扫到。 不断有酸民涌入范范微博恶意批评，面对声浪，范范则贴出和双胞胎飞飞翔翔的合照，似在回应酸民。人红是非多，张韶涵和范范昔日在夫茂唱片的恩怨又被重提，之范范当时抢夺公司资源。范范喊话：“有你们，妈妈什么都不怕。”似是回应网友的恶意留言。 没想到网友逮到时机，在该篇 PO 文底下留言：“我把骂你的人全都赞了一遍耶。”范范罕见回击，看来你很闲，不送罗。还有网友来挑衅，听说了你很多不好的新闻。范范同样亲上火线回应：“希望你不要被那些假的重伤我的消息影响，不避孕了。”半百宋一民要拼第三胎。 宋一民、陈为龄及宋达民、洪百荣夫妻昨南下高雄，担任健康食品一日店长。宋一民、宋达民去年年底刚过五十岁生日，而宋达民又喜获三宝，让自认也是一尾活龙的宋一民动念，想再盼第三胎。宋一民先前传出已结扎，但他昨澄清，自己后来被朋友劝退，并未做结扎手术。 他和陈为灵都想再多一个女娃，甚至不排斥一举怀个龙凤胎。夫妻俩目前已经没避孕，这一两年要积极拼做人。陈为灵说：“三岁大的女儿乔妹因为有了达明家的三弟，告诉别人我是大姐姐，并童言童语要求可不可以再帮我生一个弟弟，成为夫妻俩下决心的主因。” 宋一民强调：“达民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如拼出双胞胎，家庭成员数还能一举赢过宋达民。好胜心超强，他评估目前和陈维玲的体力状态各方面都没问题，有信心老婆生三胎依旧瘦得回来。而他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女儿控，三宝性别毫无疑问期待女娃。”宋一民回忆。 日前要到花莲灾区，女儿乔妹竟放声大哭，说花莲房子会倒，很危险，要爸爸不要去。儿子在旁则是只有窝好的反应，让他大感女儿果然贴心，即使才三岁，就为了老爸安慰如此激动。不过他也说生老三只是自己的心愿，诚实与否一切交给上帝。